哦，这次来到我的高雄家，我要等一下跟你讲一件很残酷的事实。你说，我觉得很尴尬。哎，我现在这个造型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吗？真的吗？还是就穿这样？不行。现在在影片开始前呢，大家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哦。这一次呢，我们会走一个比较特别的路线。历年来的走中奖，我们都会有走红毯，但我觉得走红毯就没有办法享受到像路人那种感觉，所以今天呢，我们打算路走一人个风。路人风，然后听说当场会有很多的餐车，所以我非常期待。以及我们碰到熟人，就冲上去问他说有什么性癖，那你有什么性癖？喜欢看男生帮女生，喜欢看，对，喜欢看。那你觉得现场会有人不敢讲吗？一定会，一定不会说实话。那我会逼他们说，哎，啊，默默呢？默默，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好朋友之，这个米兰时尚诊所的总监。那我真的选了两件礼服，好，我看。然后呢，我明明两个月前哦，这穿了进去，现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哎。我跟你讲，我昨天我们全家，然后在那边塞半天这件礼服，我怎么塞都塞不进去。太胖了吧？那现在你要拍，就是他们帮我塞。好。塞完了没？等一下还没，我现在你好，你先这样，你先这样。哦，先看一下这件是其实是蛮碎的，对不对？好，现在重点你要来拍我背面，我现在会站在这个墙角，就是墙的这边，我会趴在这边。我们昨天是这样拉的，然后怎么拉都拉不起来。它上面是不是差很多？然后我们就觉得说，是不是这个拉链有你帮问我拉题？这里。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是它的拉链问题。不是，我们有问那个改衣服的，他就阿姨就跟我说。是你哦，太你胖胖，了。这件衣服没有问题。啊，好，Anyway，你们两个没关系。所以我就想出，如果硬要穿这件去的话，我的计划就变成我们要找里面的 YouTuber 跟人，就是我可以帮我把后面拉起来吗？但是重点是，我觉得真的是我的问题。我这边是松的嘛，就我腰这边 OK，但是我一坐下来，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背开了。然后我想说，我要上个厕所，我不知道怎么上哎。所以你还是要穿这件。你们觉得我要穿这件吗？你为什么面有蓝色？为什么？换成这一件，你干嘛？然后换成这一件，你觉得呢？有点，我觉得这件我不喜欢。因为我跟你讲，我穿这件的时候，我阿姨就说：“哎，我觉得你的肚子有一点大。”然后我觉得可能是我最近比较胖一点，最近真的肉一点，对不对？好哟。不是，为什么走中奖要办在生日后了？我明明两个月前穿的两件衣服哦。我跟你讲，你现在拉它，它就是很正常。没有啊，有有有，这边真的会卡住啊。你稍微顺一下，它就是可以拉。它应该有变形。对。难道我们要怪它吗？我们只能怪自己啊。你把它撑变形了。我们就是一个检讨自己的人啊，你知道吗？潮牌。那用户会吃吗？好啦，没关系。所以呢，我今天就只能穿这一件，所以我现在要换这一件给你看。好，换这件。我换这件。可以出去。虽然这件看起来没有那么正式，但至少就是我们今年有符合我们的期望，就是走一个比较路人风。你G图吗？对啊，对啊，对啊！我跟你讲，我今天的重点好不好？就是靠这个包跟这件衣服了，就整个背起来就有点。其实走红毯也不一定要穿礼服。哎，我觉得你这样很坏，人家会忍不住想偷瞄，还是我们来抓？到底有谁会瞄？反正我问他说，他有偷看我的G图的话，直接放大。然后等一下，除了不会穿上面，我也不会穿内裤啊，因为它会有痕迹。然后我并没有带无痕内裤，然后我连走中奖的票也没带来啊，我不知道我的人生在干嘛，所以就是这样子。好了，我要去化妆了，你可以去吃你的面包还是什么之类的。拜拜。老板娘不好意思，今天不是来喝酒的。嗯，想跟你换个钱可以吗？哦，换钱哦，小事啦。有想要换多少吗？跟你换个500拍现，刚刚停车，停车场只收现金，有够夸张的。哦，还好你在这边。来，500，这样有够吗？等下等下等下，你回来，你把门关好，把门关好。谁换钱会换500万？太夸张了，一个酒吧随便一抓就500万，太扯了。哎呦，小事啦，谁叫我有发艺金库啊，放什么贵重物品都很酷。
不管是家里还是公司，人人都需要法医金库。尤其像我这样工作东奔西跑的人，贵重物品放在保险箱里就是省心省力。特别跟您介绍这一款幸运草保险箱，两种尺寸，时尚大方的外形，圆弧边缘搭配高质感图腾，不管是客厅、书房都可以完美的搭配，而且通过防火认证有保障哦。OK，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会场了，就是我们的海丰广场。那今年呢，我们没有打算走红毯嘛，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赶快去搜寻一下我们思思念念想吃的这个餐车，我们走吧。你们看，哇，很美！我觉得这次超级不一样的。往常我们在台北的时候就是都是礼堂嘛，然后这次它除了有户外以外啊，还有大舞台，就是可以让你坐在这边野餐、吃市集，然后还可以看里面的状况。所以呢，我觉得我这次当这个小路人当对了。我告诉你们，市集就在里面，里面有几家店，有人一来就跟我推荐，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家美秀油饭，立马去买。OK， 我们这个是秀美油饭，然后呢，这个是小的，然后大的是一个方的餐盒。那我觉得这个分量其实蛮够，小的只需要100块，大的150。现在试试看，因为有很多人推这一家给我，所以我先试试看。光看你可能会觉得，哎，是不是有一点黏，然后有点稠？但你咬下去之后呢，它味道其实散出来是很够，但不会有那种油腻味，走一个清爽的路线。即使米粒的里面都非常有味道，不会给你一种暧昧不明的关系，就是它非常明确。好，那推荐1到5颗星给几颗？1到5颗星，我要给到4.5颗。对，好吃哎。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菜单，是飞机杯。飞机杯，好。美式的炸鸡柳。好，那我要一个飞机杯。好，那边谢谢。那你们炸鸡派吗？超派。超派。好脆哦。嗯，它很脆，里面非常的 juicy。光看它。它的那个亮光有没有？唯一一个是因为我自己可能是吃比较清淡的人，所以呢，我咬下去会觉得，哎，有一点点味道比较重，比较偏咸一点。嗯，你看这个 juicy 的感觉。但整体来说，这一盒100块，我觉得是很值得买的。嗯，怎么都没有踩到雷啦？怎么都那么好吃啦？吼，1到5颗星，我给4颗星哎，我只是味道比较重而已。这个 burger 我刚直接看外面我就已经觉得非常好吃了，因为它的肉，它这个应该是自己手工做的肉，然后它的表皮就一定要像这种有一点外面脆脆，然后有一点油亮油亮啊，我猜应该是有一些奶油在上面，然后它里面洋葱都有一点做到快焦糖感，不用讲太多，我直接吃。好吃，但是很讶异的是，它的汉堡肉啊，吃起来不是像美式的那种，它汉堡肉是没有这么扎实的，但是它里面又是比较厚，然后真材实料的，它没有多的一些加工料，可能用一点盐、一点调味料，这样就好了。好，1到5颗星，我觉得也要给4颗星。那其他扣分的地方就是，毕竟啊，你看它里面配的焦焦的，有没有黄黄的？这是什么东西？奶油，就是会让你穿不下。好啦，对啦，就是我啦，是我的问题，可不可以？哎，你们看这个超轻巧的，就是这样小小的，然后里面感觉很精致。它这边有这个油葱酥啊，然后一配一颗鸟蛋，我觉得好可爱。我们先来吃一下，好，我们先来吃吃看，然后等一下吃吃看它的牛舌，然后加一口饭。嗯，很好吃哎，因为我自己是不喜欢美奶滋的，所以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它有美奶滋的部分。但是除此之外，它的饭算粒粒分明的那种，然后上面的青葱的味道
很突出的，然后再配上就是它旁边的猪肉跟猪舌，我觉得来市集是完全可以点的。一到五颗星，3.8，会比其他低一点的原因是因为我个人非常不喜欢美乃滋。如果你是胃口比较大的人，可能会不够，但整体上是非常好的。那现在我们都吃完了，那我们就准备要进去里面参加走总奖喽。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要马上问他一个问题：你有什么秘密？有怎样的心癖？人家不知道。我说的心癖都公开给大家，但我有个心癖就是我喜欢束缚感，我是很黏，我超黏，我喜欢被抓着手啊，抓着脖子。可是要大抓吗？不用，不要弄伤，演一下可以，尽量就是抓得越紧越啊。这样会变态吗？也还好，我觉得很棒。那你自己呢？我自己喜欢故事性，就是说男生不要很安静，就是会讲很多话。角色扮演，角色扮演的那种。你最喜欢的角色？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有两个女生。不是，应该你的比较哈酷才对。好，没关系啊，反正我们就很 real， 很 real， 直接讲，确实是很 real。哥，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可以啊。你自己的性癖是什么？太多了，一时间讲不完。哎、欸，你不要跑！有没有一些例子、啊？就是我刚刚在问说，你们有没有一个秘密，就是特别的性癖？譬如说喜欢闻女生的香味算吗？哦，如果是这种的话，喜欢女生的腋下这样算吗？像这种的話？那你呢？喜欢服务算吗？女生帮你？没有，是我喜欢服务别人。你喜欢服务别人？那过来。哦，那可以。没有女生。好，很可以，谢谢。达哥，你还记得你之前就是交换礼物送的礼物吗？对啊，我搞错了，因为我想说寄给你那些东西料理，你想要我当场料理，我想要你做，就你开箱然后结束。我应该要寄给你看粉丝寄给我什么穿什么那个最近很红那个，我就寄一条麻绳给你。你干嘛？应该才对。但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我要请说，你有没有什么，例如说性癖之类的？我说像掐脖子，你喜欢掐脖子？或者我没有，我说像被掐脖子。我想被我，你找到我脖子吗？特别的哦，我冷气要开很冷的，这样算吗？我觉得可以。冬天欲望会比较强。哎，我热不行哎，我热会没有那么开心。对。好啦，谢谢达哥。OK， 喜欢把冷气开很冷。对。我想问你一个，请说。我想问一下，你有什么大家不知道的性癖？我什么大家不知道的性癖啊？我喜欢在落地窗前坐。落地窗前浪漫呢。落地窗前我觉得很有 feel。我希望我女朋友不会看这一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哎，是。你有什么？你有什么性癖？性癖的话要稍微有点特别的，对不对？对。如果说我单纯喜欢传教士，就不叫性癖，对不对？传教士。我喜欢传教士本人，不是我单纯喜欢传教士知识。要用全传传OK， 他说他喜欢传教士的知识。对，我喜欢。今天是问这个。结果你自投罗网。没有，我喜欢能够看着别人的眼睛的。谢谢老板。谢谢。那你有什么性癖？你说知识还是都可以啊，就 anything。他喜欢没有长茧的手。没有。长大了吗？或者是他在骑机车，然后很容易手这边就会有茧。你的性癖就是要把茧全部挖掉，因为如果他不管是怎么样碰到的话，就是会不舒服。他只是大黑奖，没关系，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大黑奖。耶！但是我一定要昏暗的灯光，就是那种用小夜灯。我也不能全黑，因为你会看不到。对，我也看不到，我也需要看到他。我也是这样觉得，看到这件事情真的太重要，很重要，非常重要。没错。我想问一下，你有什么大家不为人知的性癖？喜欢摸人家屁股，你是说在开心的时候你就特别喜欢屁股这个部位？对。哦，他是喜欢屁股的。你知道达哥说什么吗？他说他一定要开冷气。开冷气确实有点热啦。可是有时候你不觉得很热就会很性感吗？可是很热像碰在一起。你说娘 TT 哦？对呀。好啦，那 OK， 那我们赶快进会场，我现在必须坐下来。好，请问一下，你有什么性癖？其实基本上呢，这个性癖是包含，但并不限于所有的这些性癖之内了。可是我真的要挑一两个性癖的话，可以说是这个性癖是人的性癖号之一。那我这边来特别回答一下，我真的有做过 SM 量表，有一个 BDSM 量表。那你有喜欢吗？你不要转移话题。我的100%40 位置，所以我 S 跟 M 都可以，都好，都喜欢。那所以他有回答我的问题。都好，都喜欢。谢谢哦。Buenos tardes, señorita. Oh, in the oídos. ¿Cómo estás? ¿Ni hao ma? 好久没看到你。我也好久没看你，都在外面好开心。对啊，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要去中南美洲的国家拍，是不是一定要找你？当然啊。对不对？比方说我们会去古巴、多米尼加，都是我的天下。Costa Rica, Puerto Rico,
Puerto Rico 因为而且我觉得你去一定会引起一阵骚动，走在路上突然就会有人直接牵我的手，然后就直接对啊，你怎么知道？还好我没有散播你打的，救命！真的，好棒，好棒！你要问问题，我们不问这个，我们不问，问一下。我们刚刚的问题是有关于就是人的性癖好，就是自己又喜欢什么样的癖好？这个应该怎么讲？太多种类不行，只能一个就觉得哦，我好喜欢。譬如说一个女生，我特别喜欢女生的香味，或是我一定要关灯全黑。哦，一定要怎么样？是不是？我一定要这个女的有头发。我不行，我不行。就是我会觉得缺了什么。那短发可以吗？短发可能喜欢长发的啦。对啦，对啦。那威力呢？什么长发？那这样子可以吗？不要站到不行吗？没有，至少他的男性荷尔蒙不能够这么样子的茂盛。如果他的胡子超过了头发的长度怎么办？我好想学 Espanol， 我要怎么样子你知道才能够比较快一点的学会，因为我以前学过大概半年，有一点难，但是最快的就是请我当你的家教 para aprender Espanol。 Hasta la vista. Hasta la vista. Hasta la vista. 我的安德烈是真正的西班牙。Hola. Hola, ¿cómo estás? Muy bien, gracias. Todo bien. ¿De dónde sos? Puerto Rico. Puerto Rico de Argentina. 那这样你就有他了，你还找我干嘛？我找他干什么？我是拍照，我当然找我干嘛？我跟你讲，你如果需要很厉害的摄影师，他真的是。那你可以回家啦，你在这干嘛？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好。你们有什么性癖？性癖是什么？你心里面是一个屁屁的，就是不好的。这是什么解释啊？对 sex 这个东西呢，你有什么喜欢的？特别喜欢的？没有，我跟你讲，我觉得女生要这样子。哦，你喜欢比较 lady boy， 她喜欢就是比较就是有主导性的女生。不要那么就是 yeah come on。还是我比较喜欢，我比较喜欢另外一个温柔的，温柔的，温柔的。对。那你去日本呢？不是日本那边太温柔了，太温柔。那你到底想怎样？中间，台湾的也不错，台湾也有凶的，凶的这种的，对，就比较欧美型的吧，台湾比较欧美型的，所以。OK， 我们今天影片。大家可以看到吗？走中奖的典礼快开始了，所以我们影片就到这边做结尾啦。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请打码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好不好？拜拜。想让家人、朋友，甚至来清洁服务的工作人员乱碰的东西，我通通都会放在保险箱里哦。跟你介绍这一款幸运草保险箱，两种尺寸，时尚大方的外形，当床头柜特别适合。圆弧边缘搭配高质感图腾，精品质感让你爱不释手。最重要的是，通过防火认证有保障哦。请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我们将抽出一位幸运的粉丝，得到阿蔡的签名拍立得。